哇，好爽啊！所以说嘛，别急。妈的！啊！嗯，二号选手这个 ID 怎么这么眼熟？特别像，特别像我那个姓卡的那个朋友。特别像那个 ID， 特别像我姓卡的那个朋友。对啊，可惜他不是你朋友，他是我的。不是啊，他是我的。我是雷乐。嗯。行。怎么是猎杀哥啊？真假？敢单排啊？我平时都单排上的，挺简单的。这把带你们小小的惊讶一下。你能带我吗？啊，别舔了，别舔了，17000-19000都看不上我。你看得上我吗，弟弟？跟我们打啊，不，跟我打就行了。跟我打就行了。然后这把你的出场费就没了。我带你去送了。相信好吧。我直接送了，好吧。哎，真的，你猎杀就猎杀，带北去干嘛？就是啊，我猎杀不带尾气，那不白打了吗？怎么更矮一点的椅子？喂，我刚刚换了张椅子，那椅子不够，太高了，那椅子太高了。我叫雷乐，在成都，1.6米。什么？介绍的这么清楚干嘛？我不跟你相亲，介绍这么清楚干嘛？什么1.6米啊？在播吗？什么啊？什么在播吗？谁啊？谁直播？你是主播吗？我。哎，我那小主播也没啥人看的。没事，主播，我给你点关注。你让你双击屏。行，这样吧，我们这把加分了，就给我直播间点关注。咱们可以互关。哎，你们也直播啊？是哪播啊？我在那个。我猜，抖音。我是 B 站的，抖音谁碰啊？哦。B 站。你是抖音吗？我斗鱼。斗鱼正规啊。哎，这波打完咱们互关一下好吧，先杀人。先把第一波3打3鱼打过，互关个狗。应该不会这么惨啊。一个猎，两个狮。三个人可以偷屁股。技能一滴，技能倒，我秒一个。他前面有另一堆啊 ！ATV 先升起，倒了，地平线倒了，倒了，死完，左边小房子另一堆，希尔破甲，哎，耶，班罗打100白甲。接着等，半罗破甲，半罗没拉人，在打状态，你可以拉人。我看着他，我不是什么皮特，不认识。在屋里，秒了，是不是猛猛上分？不是你不会是皮特吧？不是皮特那大主，我真不行，我真不行。真的？真咋呀？不是啊，你不信你去直播间看看，真不是皮特。
等等，我手机没下斗鱼。那个我一般不看。皮特不是在抖音播的吗？天才。我看了什么皮特都挺多人吹他的。那边那边。这不是那个摊子吗？你不会是王婆卖瓜吧？什么瓜？不说了，先打完这把，咱们关注一下吧。关注我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我发现啊，这椅子越低，重心越低，你打的枪就越准。你们可以试一下。刚这边有枪声，我们去看看。就是你，臭皮特。啊，你刚说的枪声就听出来了。但是虽然说我不看皮特直播，所以说我听不出来，但你说我想起来。谁？你再说一遍，刚没听清。一个猎杀轮单排，我想应该是圈里的人。哎，皮哥这么屌啊！说好的关注啊，互关一下，互关一下。你真关注我吗？真关注，真关注。发公屏，我去关注一下。你听好了。发公屏，发公屏。我听，我记不住，我最难记名字了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嘎羊今晚吃什么？这不是家羊吗？一般，这是读嘎字吗？哎，没人啊！皮哥，啊，我想账号已注销了。哎，放雷！我也想了，我也想了。什么二次元？我二次元怎么了？我初中的时候还在听初音未来呢。哎呦！红甲，红甲破甲，帮我打下那直蹦，我要搞这个红甲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勾。今天去帮他，我要打电。上来了，两队，他们来抓你了，来狙击你了。狗在抓我。上房顶集合，上房顶集合。你想跑是吗？我们可以跑。皮哥，我想走了。来来，走。走左边，走左边。皮哥，我们怎能走啊？确实只能走，太多人了。先避其锋芒，好几队打我们，没必要硬接，我们要理智。那远点滋蹦，然后屁股后面那条道也来人。皮哥，他们是来找你的。不，我开逆运模式呢，没人知道我是谁，我打了个问号的。天才。你就是天才吧？我这个反侦探做得很好了，好吧？吓死我了！我以为站着不动是一条瘫了呢。那机器人要是没那个滋蹦，我真给他们秒杀了。照点大电，没大电，照点大电。这把吃鸡，如果没吃，我就可以确信是平时都带不动的人了。哎，这个。
这个地平线声音有点小啊，我听不清你说什么。我说如果没吃就说明你也带不动。哎，头顶好像有人，听错了。我们尽力而为，好吧？有些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些事情，咱也没办法发生，没办法那个处理好。开玩笑的，好吧？主播，真的真吃鸡，真吃鸡。真吃鸡，什么技巧？我两个大点名，我两个大点名用。我四个，有大血帮吗？分一个。我造一个。大血我没用。地平线好像没造啊，造一下。我就只造了一个大电，我没材料。大血包，大血包来一个，我在等待大血包。丢了，我丢了一个，我只有一个。行，地平线拿了，那拿了吧，没事，没事。皮哥，我等着你带我杀完的皮哥。哎，被赢了。皮哥打了。我操！皮哥，没事，我没事。他们会贴，我听到了。外面应该只有一个。哎，我这边，两个，走那边，两个，来跟我上，走这边。我没钱。狗破甲，直接扑了他，漂亮，破甲。最后一个。你妈的打架，我先拉人，我建议你别抓他，好。既然他上来，你给我举盾，地平线打状态。来，举盾，地平线跟我扑。这么想玩游戏，皮哥。地平线架周围，不要舔。挂绳了，左边，看到没？正前方，后面。漂亮。我操，这有点准，慢点。最后一队，打完他吃鸡，然后点关注。他家地平线大了，太大了！我操，我差点被秒了，救救我，兄弟们！这边升了，左边这边升了。哎，我的！我的，能再打一把吗，皮哥？我今天说好了单排的，好吧，下次有机会。真，我还以为你真开播呢，没开播呀？什么家羊吃什么？今晚说就完事了呗。拜拜，这队人是会玩的，组队的。我看了狗身法贼离谱，能 TS， 而且那狗开大，还有速度加成。好吧，要不是我练那个瓦基，我起码得打两个。要不是我练那个瓦基操作空间没那么大。比赛你怎么讲不了这么多啊？那比赛那不一样啊。有两个人一直说嘎嘎嘎嘎叫，把麦给占了，我顶不了嘴，顶了他也不一定听得见。我说真的。